今天你跟瑞敏老师做的东西很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。我现在我们要去 honeymoon，对，我们要去这个，对，我们要去旅行了。你不知道？honeymoon，旅行啊，不是吃饭，吃饭，不是什么 honeymoon 啊。